Hello， 大家好呀，我是悠悠，今天想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新入的这一款电子设备，电子阅读器，也就是掌阅的这一款新品。产品名称我会打在屏幕上面。其实这一类产品呢，我大一的时候就有买过了，当时我买的是 Kindle， 但是大三的时候我又卖掉了。现在呢，我又重新用起来电子阅读器，有好几个原因。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总结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是我的随身书房。大家都知道纸质书它是比较厚重的，然后又不太方便携带，而且是比较占位置的。像我自己呢，是从大三开始搬家，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搬了有4次了。每一次我搬家的时候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我那些书本，你们知道我的手账本啊、书啊都还挺多的。那我自己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喜欢读书的人吧，所以我自己家里会堆积好多好多的书，真的很占地方，导致我现在有一点抗拒搬家了。那电子书的好处呢，就是它携带很方便，它不会占位置，不会占空间，而且我随时想看什么书就可以直接搜索就好了，它也不需要我专门跑到书店里面去买，跑到图书馆里面去借阅，所以呢，它可以称之为我的随身书房了。还有一点呢，就是电子书比较便宜，通常来说都是纸质书，不到纸质书的一半价格，而且呢，它还可以随取随用，就是你买了它就是永久性的，它就一直存在。那像电子书呢，那像纸质书呢，它就是直接卖掉了就没有了，而且其实纸质书也卖不了多少钱。当然了，我还是不会放弃纸质书，因为纸质书的阅读感受是电子书绝对没有办法去取代的。第二个呢，就是电子阅读器它可以帮助我来完善我自己的一个线上的知识结构体系。你们都知道我是印象笔记的专业户，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可以一步去观看我这个屏幕上贴的这个视频。我自己是坚持印象笔记使用了有4-5年了，所以像我的很多知识啊、资料啊都是存放在里面的。那电子阅读器它的好处呢，就是可以直接导出笔记到软件里面，让我可以随时去电子化的检索，可以让我的一个线上的知识体系变得更加有逻辑化，可以更加的完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常常会觉得说我的很多文字段落都可以背得那么的熟练，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就是因为我经常性的会去翻阅我印象笔记里的那些摘抄之类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每天都会翻阅，每天都会阅读。而且这个电子阅读器它还能节省我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因为像我读纸质书的话，会在读完以后再去把自己摘抄的那些段落一个字一个字的手动打到电脑里面，而电子阅读器呢，它的导出功能就可以高效很多了。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导出的这一个模板的样子。那我刚刚说了那么多电子阅读器的好处，大家可能就会想，那我应该选哪一款比较好呢？那作为一个 iPad、Kindle 还有这个掌阅的新品 iReader 都用过的买家来说，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这个阅读器结合了 iPad 和 Kindle 的优点。那具体来说就是，首先 Kindle 有的功能它全部都有，比如说你去商城买书，比如说它可以支持点查字典的功能，还有比如说你的字体大小、横竖屏、翻页的方式，还有行间距等等都可以随意的调整，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阅读器一样来使用。但是这一款产品它的使用感受更为下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 Kindle 的时候，就是感觉我在用一个电子产品，但是我在用这个 iReader 的时候，我会真的有一种在读书的感觉，因为我会一边去读的时候一边拿着笔做批注。你们不要小瞧这个动作，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我找回我在阅读纸质书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它可以支持手写的功能，而且它的书写体验还很不错，甚至可以说它这个笔是比较灵敏的了。而且它这个笔的设计也很棒，像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刷头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橡皮擦，所以你可以像用 iPad 一样去一边阅读一边做批注。但是呢，它相比于 iPad 它会更加护眼，因为它这个是电子水墨屏，
可以去模拟出纸质书的一个阅读感受，你看久了不会觉得很累。相比 iPad 呢，它也会更加专注一些，因为你用它的时候不会想着说去点开其他的软件瞅一眼。包括它也是支持文件导入，就是它会自动排版，不需要你去调整大小之类的。我看有一些用户他们是直接把自己的试卷给导入进来，然后用它来刷题，因为这个它是可以反复删改反复练习的，因为有这个橡皮擦的功能嘛，所以也算是帮学生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们不需要去浪费很多钱买很多套题目，也不需要会担心它会留下使用的痕迹。如果平时你是用笔的话，哪怕是铅笔，它可能会留下印子或者痕迹之类的。再来呢，就是它这里还有一个笔记本的功能，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模板，还有好几种不同的笔刷，比如说有钢笔的、圆珠笔的、铅笔的等等。笔刷还有不同的颜色，有黑色、灰色和白色。而且它这个还可以支持云端上传，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电子笔记本来使用。那这个产品呢，是掌阅赠送给我体验的，它也给了我很多粉丝福利，所以如果你们有购买意向的话，可以继续往下看下去。第一个呢，就是你在9月7号之前可以去他们店铺拍一个10元的链接，这个链接呢是一个预约的优惠，就是在你正式购买的时候呢，它是一个10元可以立减430元的，而且它还会赠送一个169元的原装保护套，收藏和加购呢还可以去抢 VIP 的年卡。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专属福利，9月7号呢10点的时候会首发开抢，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备注我的暗号悠悠，然后你们就可以获得我的专属礼包，也就是50元的购物券，还有一个3个月的 VIP。首发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优惠，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今天的视频分享内容就到这里了，虽然是合作的视频，但是我也是很用心的在准备。那希望这支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有所借鉴，可以解答一些你的疑惑。好，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拜拜，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